豆浆啊，葱姜毛豆浆。葱姜毛豆浆。我見你落台嘅時候，阿志偉係咪捉住你係咁傾偈，同你傾咩啊？落台嘅時候，係啊，即係你表演完空中瑜伽落咗台啦。冇錯冇錯，因為咧其實係咁嘅，我第一次，因為其實我係。即係我第一次真係表演呢一個空中瑜伽啦，咁就學嘅時間又唔係真係好長，因為同埋我又要喺機場拍緊劇啦，跟住又翻嚟公司排舞，然之後又再去練呢一個空中瑜伽。咁前一兩日先真正去吊喺呢個一廠，平時都係喺瑜伽嗰度練習嘅啫。咁今次就第一次吊上去啦。咁前兩日第一次 rehearsal 嘅時候，咁就原來表演是真的要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即不同的元素配合才可以表演到的，就第一次上的時候就不是很真正上到那條繩，是啊，即是未吊到上去啦，咁樣啦，咁就志偉哥都很好，咁都好關心我咁樣咯，即係今日就真的表演到啦，咁樣咯，係啊，即係佢都有看你彩排咁樣，你知啊？有啊有啊有啊，係啊，落咗台傾過。第二次彩排的時候，我記得有一次係唔係真的很上到繩嘅，因為條帶，因為即係兩次都上不到繩。唔係上到，有一次上到，有一次上不到，係啦，咁就我都有啲擔心嘅，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冇乜試過上不到繩的情況。咁但係好彩喺 rehearsal 嘅時候發現咗，原來有呢個問題喎，咁就即刻大家去看下點樣。之後嚟緊真正演出的時候，避免呢一個問題發生啦，咁樣。咁你今天上不上到成啊？成唔成功啊？順唔順利啊？順利啊，順利啊，好成功，咁所以都好開心。同埋，因為尤其是前幾日我落唔到一字馬，因為我之前係落到嘅，咁因為可能真係拉得比較我自己心急啦，可能即係勤力咗拉筋咁樣啦，咁就整親咁樣啦，咁都好好彩。頭先今日係冇事嘅，真係好好。整個表現又好，即我自己都好流，覺得好流暢，都好滿意嘅。咁即係頭先志偉捉住你，都係話你跳得好啊，做得好。係，佢都係俾咗啲鼓勵我，係啊，俾啲鼓勵我，俾咗啲鼓勵我，係啊，多謝佢。咩啫？唔係咯，你做乜成日都話我笑假啫？我係真心咁笑㗎。你笑多次嚟聽下，唔係